咏春拳，相传为女子所创，以佛山为发祥地，是一种实用的近身防御搏击术，讲求贴身追逼，攻敌要害，速战速决，以中线防御、直线进攻、消打同时，以巧扑力等为基本搏击原理。今日所学，今日可用，深受万千中外人士的喜爱，成为目前在世界上非常流行的中国功夫。佛山咏春拳的传承人梁旭辉师傅，跟随叶稳宗师的入室弟子张卓庆师傅学习多年，并培养出许多优秀的中外弟子。本片特邀梁旭辉师傅演示和讲解叶稳咏春拳的技法，带您进入精彩的功夫之路。问路少，问路少，注意走要归中。右拍手，
喷手。拍马，
左镖手。开马。这时变成了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换手。
收。用手臂的前侧，捆手。
左行长。拍马，坐马，横扫。
上步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坐马正提膝斜撑收
二字前阳马。开马
牵羊马转坐马。坐在两脚之间，直线左右。注意重心，不要忽高忽低，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。保持在两个脚的中央，重心的高。
性都要保持平衡。又问路手。小念头呢，在广东话里就是少念头，少念头就是没念头，意思就是说我们练习咏春拳要专心，不能够有杂念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在小念头里，据说当年的前辈为了简化而将其中的一段省略了，现在我就把省略的这一段还原出来。
在中间，帮助到叠桥手的时候，由原来的煞井手，同时左右两边的煞井手，还原为左煞井和右煞井分开。也就是说，小念头很有可能在原先呢，它是要移动脚步的，但是也许因为简化的原因，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小念头二字前仰马贯穿其中。当然我们了解多一些打法，有助于对小念头的理解。上马顶手，下面由我和弟子演练一遍加入了左右煞井手的小念头。
所谓寻桥，就是寻找对方翘首的意思。翘首就是手腕倒肘这一部分。寻桥套路就是要训练如何寻找对方的翘首并加以控制。咏春心法以桥战桥就是这个道理。而控制翘首的关键在于控制对方的肘，控制好对方的肘部也就掌握了主动权。寻桥分解动作第一段，开马。按手正踢横掌、圈手、辣手。
上部侧身打。春拳通常先打左边，再打右边，坐马左绑手。坐马左绑手，转马。脱手，脱手，反掌，连环三掌，一、二、三。退步摊手，退步梯子马辣手。寻桥，第二段。
接第一段，退步T字马，右辣手。圈手，辣手。寻桥，分解动作，第三段。坐马，低绑手。紧接第二段，退步左标手。
第一榜首。第一榜首，破布。三，牵手，辣手。
Thank you.